啊，希特勒是这个层过来，啊，旁边不会有这个，这个是怎样？就是塞夏族的雷女图腾，叫做雷女图腾嘛，图腾以后，然后他是怎样？就是做布，做那个布啊，我们那个布哈、啊，布里面他就有个，我记得我看过，哎，说一下，然后为什么后来把它，我们这里我们这是泰雅族，泰雅族为什么后来把它做这一个这样用呢？因为毕竟我们希望说族群之间能够融合，这边是太阳，但是我们就用塞夏的图腾放这边，放这边的话变成说，它就会有一点怎么讲，象征说太阳跟塞夏可以融合的那个感觉呀、啊，这样比较好。所以你谢谢你告诉我去查这些，我叫我下面的人去了解以后才晓得说哦，原来你如果德军的是这个朝过来，这个是向上，这两个是朝边。啊，如果是佛教的话，它又是朝这边过来。啊、，so confused， 很 confused。问题是有的人都不知道，所以完全不知道，当然不知道，哎，当然不知道，说变成这个部分呢，可能就是要看你怎么解释了。但是我们想说这个也难得，你告诉我来，反正我看到人有些许。哎，好，哎。你来解释这个，他是塞夏族的这个很，就是塞夏族的，哎，你再解释给他们看看，这个是什么图腾？我们塞夏这种图腾哦是菱形的，这个比较有正方形哦，就看起来就会误解为那个希特勒他们往前很久以前有，或是从国家，不是。他们本身传统里面就有这个，有就有这个符号，而且有一个典故，一个故事，才会有这个菱形的一个图腾，不是这个。